嗨，各位啪啪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各位看了开头的影片就知道要带大家去哪里了吧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要请大家耐心的把影片看到最后。还有，我的影片到现在还无法固定时间出片，所以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不要订阅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。各位看到的就是位于新北市深坑区的深坑老街。说到深坑，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深坑豆腐。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深坑豆腐会这么有名吗？深坑以豆腐闻名全国，是因为以纯手工的方式制作。深坑的山林覆盖完整，且水质甘甜，不含铁质，所以制成的豆腐芬芳细致且不会变黄。豆腐的制作方式大致分为挑、磨、凝、压。挑，挑选优质黄豆；磨，磨成豆浆后煮沸；凝，加入凝固剂静待凝固；压，压制成型。那其中在凝所添加的材料极为重要，大致上分为两种：石膏与盐卤。制作上难易度，石膏较为简单，盐卤较为困难。盐卤的制作方式需要很好的经验与技术，所以盐卤的制作方式渐渐失传。那也跟大家说一下石膏与盐卤做出来豆腐的差异。石膏是一种天然矿物，价钱较低，含钙量高，做出来的豆腐质地较为细密，然后可从石膏中获取钙质，帮助身体达到每日的钙质需求量。制作豆腐所用的是食用级石膏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石膏拿来制作是否安全的问题。但是这里还是要提醒，这里所说的是食用级的石膏，千万不要拿工业用的石膏来制作哦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常见的是盐卤。盐卤是从海洋萃取的凝固剂，价钱较高，含有丰富的镁，做出来的豆腐质地较粗，然后可以从海盐中获取到镁。镁是构成骨骼的主要成分，所以对强健骨骼是有帮助。那我再补充一种凝固剂，葡萄糖酸内酯。葡萄糖酸内酯是从糖类萃取的凝固剂，矿物含量较低，比起前两种营养价值也较低，但是这种凝固剂制作出来的豆腐或豆花可以说是超级细嫩的口感。市面上很多嫩豆腐大概就是用这种葡萄糖酸内酯制作出来的。以上这三种凝固剂就代表着三种豆腐的口感。豆腐的制作并非容易，想要制作出完美的豆腐，其中是包含着师傅多年来的经验、技术与食材比例的完美搭配。我们嘴里的一小块豆腐并非如我们吃到的这么简单，其中可是蕴含着非常多的学问。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日治深坑厅厅舍的旧址。日本领台当初，深坑厅所在的文山堡由台北县直属管辖，并在深坑街设有警察官吏派出所。因初期的治安骚动不断，台北县设置了保良局，在深坑街新店街设有分局，用以维护治安并补足行政上的不足，所以最早期是当成派出所使用。随着行政事务上需求增加，才在西元1901年变更为深坑厅，成为台湾日治时期行政单位中20厅之一的深坑厅。厅舍前广场仍保存着一口古井与近百年的大樟树，大家走在老街中看到了很明显的那棵大树，就是深坑厅舍的位置，所以有路过的可以在这里稍微停留看看。我看了一下网络上的资料，深坑这边的豆腐最早是由坐落于深坑老街66号的陈家豆腐开始发迹。陈家豆腐坚持手工制作，遵循历代流传的古法盐卤制作，以木炭燃烧加温，制作出柔嫩又耐煮的盐卤豆腐，略带焦味，风味相当独特，更是一大特色。民国60年初，陈家寡妇开始以家庭工厂的方式经营豆腐生意。起初少量生产，送往台北叫卖，随着口耳相传，加上媒体相争报道，造就了现在的豆腐故乡。陈家豆腐已经搬家了，现在的旧址好像变成一家雨伞店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到陈家豆腐，可以参考我在说明栏上的连结。老街上豆腐美食店家也是一家接着一家开，从早期的庙口老店、大树下豆腐、嘉义阁豆腐，及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开设的豆腐店，深坑老街内几乎3-5步就是一家豆腐餐厅，各具不同的特色和风味。所以各位到这里可以试试看不同家的豆腐，也许可以找到自己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。
那我来介绍一下深坑历史的变迁。相传清高宗20年，大陆闽南地区发生了大旱灾，于是泉州人许宗勤举足渡海前来深坑开垦。深坑因为地形狭长，情势瞻阴，故名瞻阴。但因接着清末日治时期接连产生翻乱，唯独瞻阴地区聚落没事，归功于瞻阴的地形易守且四面环山，形势坑底而改名深坑。日治时期已成为深坑庄，台湾光复后正式列为深坑区。旧期的深坑老街长约200公尺，宽不到2公尺的泥路，街旁的房舍也只是草屋。直到有次街上庙会，在焚烧纸钱时不慎引燃草屋，将整条深坑老街付之一炬。火灾后的重建才将屋舍设计为瓦屋，墙壁则是以土角砖做成，地板铺着水石，就是俗称的头盖处。自日据时代1915年，日本人实施街道改正计划，开始拓宽街道，头盖处也改建成为有顶阿卡的立面街屋，成为今日深坑老街的面貌。深坑成为整个文山区的行政中心，昔日淡水河可上溯至深坑与石碇之间的丰子岭。深坑成为台北盆地往宜兰必经之路，加上附近地区茶叶与染料以此为集散地，成为今日深坑老街的由来。老旧屋瓦古厝，老街前的百年老树，也成了深坑老街的地标。还有深坑老街的顶阿卡装饰着精致的磨石花砖，似乎在请说着深坑老街以往繁华的景象。深坑这里的特产不只有豆腐，深坑这里主要特产有豆腐、绿竹笋、黑猪肉、茶叶四种。文化局每年都举办深坑四宝文化节，举办的时间大概是每年的6到8月之间，因为时间不太固定，所以如果想参加的一定要查一下。文化局还将这四种特产变成可爱的四宝吉祥物，这四只吉祥物的名称分别是大宝豆腐哥、二宝竹笋妹、三宝黑猪弟、四宝茶叶娃。如果大家想看看这四宝，可以走到一旁的平埔桥，四宝就一直站在这里等着大家过来哦。现在看到的是在深坑老街上的福德宫，据说是建于清朝末年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。福德宫墙上的瓷砖还保留着老旧磨石瓷砖的样式，看起来就很有浓浓的历史风貌。土地公在台湾民间信仰中是地方的保护神。还有大家可以仔细看庙门旁的对联：福庇乡民日日安乐，德佑瞻阴年年繁荣。其中德佑瞻阴年年繁荣，就如同前面介绍所述说的，当年因繁乱时期，深坑的地形如瞻阴，而免于繁乱所害，持续繁荣。我今天带着饼干来到老街，所以没办法进去店内用餐，而且店家卖的菜色都是合菜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吃不了这么多。我就吃了这边几家比较多人排队的摊贩。首先来到的这一家是卖烤鸡屁股的，这家店名叫八乐椒七里香。这家店的位置在老街里面的吉顺庙庙口，这家店排队的人潮真的是络绎不绝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吃鸡屁股，老实说我也有点怕怕的。如果是小颗的鸡屁股我还不会怕，但是大家不知道看得出来这家卖的鸡屁股到底有多大颗，那我还是鼓起勇气买了一串来吃。吃完之后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吃，这鸡屁股应该是卤过之后再烤，吃起来外皮焦脆香嫩多汁。我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排队，还有要来品尝的人最好不要太晚来。我记得我们逛了一下再回头过来，他们已经在收摊了。然后在庙口一旁还有一家在卖烤豆腐的，这家店名叫做庙口石板臭豆腐，这家臭豆腐也是好多人在排队。庙口石板臭豆腐我是第一次吃，我记得以前有来深坑都是吃大树下这家臭豆腐，吃完后基本上就吃不下其他摊贩的豆腐了。这次带着饼干刚好让我可以吃吃这些小摊贩的美食。庙口石板臭豆腐可以搭配两种小菜，台式泡菜、韩式泡菜、酸菜、小黄瓜，四选二。那我选的是台式泡菜加韩式泡菜，豆腐的口感吃起来很扎实。然后他们的自制酱料有点像烤玉米的酱料，有沙茶酱
的香味，烤得微微焦脆，吃起来特别咸香。豆腐吃起来没有特别的臭，我觉得特别的香。不过说真的，这样的口味与口感在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。我跟大家说，我在回家前又去买了一次，因为这口味真的很特别，就连现在在剪片的当下都想冲去再吃一次。然后我在排队的当下发现有很多人都是当地居民，因为这些人都跟老板认识，都会闲话家常，还有学生放学了背着书包跑来买了几只带回家，听起来也是跟老板认识，所以当地居民也都很喜欢这家臭豆腐，这样子真的很推荐大家过来品尝哦。那接下来要吃的这家叫金大鼎串烤香豆腐，这家也是排队排得非常多人，这家的招牌上写着第一家开创老店，还有马英九的签名，那不来吃看看怎么可以。我在排队的时候观察了一下这家的豆腐，看起来是长方形的豆腐，跟刚刚庙口石板臭豆腐不一样，庙口石板臭豆腐是扁方形的，金大鼎的是长方形的豆腐，可以在各大夜市里面看到一样的。这时候我就想到，那金大鼎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真的创始店了，因为看起来各大夜市里面的串烤豆腐都是在模仿他们，那这下子就可以更期待创始店豆腐的味道了。我吃的是双色泡菜豆腐，豆腐吃起来口感较嫩，说真的应该是太多人在排队，为了不让大家等太久，所以出餐速度太快，没有烤得很热，口味上不错吃，是我喜欢的味道，也是预料中的味道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过期待，所以感觉有一点点的失望，还是因为被各大夜市的店家模仿，所以太常吃到这样的口味。不过来了都来了，也很建议大家来吃看看创始店，毕竟就是因为做得太好才会被大家模仿，对吧？今天很幸运的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奇景，就是在中正桥的左右两边，一边是橘红色的夕阳，一边是七彩斑斓的彩虹，这要同时出现的几率有多少呢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都看到这边了，请帮忙按赞分享加订阅。